来门道了哈，小心小心，让个路哈，让个路哈。不好意思，大哥大姐哈，管制区就不要再进来了哈。来，进来。我是在做监护，然后在做到医院的同伴，他是不习惯生活和离开医院，在快一个小时，医院还通报我们警方。在这个滑稽的过程中，他没有在跟亲友或是任何人做一个长期的接触，所以他就是一个家庭的活动。因为身上没有钱，所以会去想要打工来营生，担心被查缉了，所以用枪。警方的监视爸在完全在没知道情况，所以在进来而有误差，但是这部分我们还是全力的调监视后，马上的有发现，马上报告干部的，来这个来。